Mr. OK TV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我们继续在我们的这庆德康，在我身边的是位也是漂亮的一位医师，我们的郑红医师，你好。你好。是。好，那今天我想问一下，今天其实你也是负责这个胃的一些问题的哈。对。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呢，新加坡人肠胃的问题非常的多，因为我问过这个周院长，他说，在我们新加坡一般的人呢、都是一些除了伤风、咳嗽、感冒之外，就是我们的这个肠胃问题了。对。有些人可能就是消化不良，可能就是胃胀风，可能胃痛，或者是说。因为紧张等等哈，那想问一下，那你这边负责的，就在我们的庆德康负责的这些就是胃的问题，一般上有哪一些的呢？其实新加坡呢，肠胃呢发病率是比较高的，因为新加坡的节奏比较高，生活压力也比较大，是。而且在一些 office 综合的一些顾客当中呢，一些人群当中呢，饮食没有定时，对，比较因为新加坡的天气比较湿热，那么人们一直喝一多冷水比较多一些，所以说造成一些胃痛的原因，主要喝一些外邪呀，还有饮食方面，以及呢。情志方面和工作压力都有一些关系，都有影响。对，好，那这种医师，我想问你一下，就是说，一般像我们这种胃痛啊，是不是有分呢、就比方说，有些是什么？其实我对这个真的很没有什么概念的、我听人家说什么有胃溃疡了人家说胃溃疡是胃破了一个洞。对，那胃痛是有没有分几层的呢？在中医来讲的话，它有一些病因，有一些几大症状可以分别。那么有一些寒滞凝胃的话，犯胃可以造成一种症状。那么还有饮食伤胃，那以及呢情志啊，还有一些脾胃腧虚啊，临床上都有一些症状造成胃痛的这些原因。所以胃痛是因为有很多的原因造成的。对。那么在胃痛自己本身方面，在胃痛的这个问题上，是不是也有分不同的一些层次？对，分一些不同的症状。像一些寒凝啊，有一些寒滞犯胃的话，寒凝犯胃，它有一些疼痛会比较暴作。那么有一些，血入寒呐、喜暖呐、得一些喜热忍呐、会比较舒服一些疼痛。像我有经验哈、，OK， 就是说，吃了东西以后就全部就呕吐出来。对，它就好像整个心都要吐出来一样。这个就属于说饮食伤胃、食滞伤胃。气机不通，你吃了太多的饮食以后，造成了你一直胃病的出现。就吃太多了，对，忽然间吃太多了，对，它就全部呕吐出来了，而且夹着一些不消化的食物，那这些是因为是属于胃寒呢，还是胃胀风呢？它是属于一种胃气滞了引起的一些食积，中医叫讲一些食积肠胃。其实，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人呢、就是。预防胜于治疗，对不对？对。所以我觉得，因为我就问过了周院长，就说其实我们人呢是要用养的，胃也要用养的。对。那其实如果说你的胃有稍微一点点你感觉啊，怪怪的话，就应该到我们的庆德堂来，来问问一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护疗？怎么样去好好的养自己的胃？对不对？其实中医来讲呢，脾胃病是一个比较长的，虽然发病会比较急，但是也注重在于养。那么第一呢，首先呢，顾客群就是一天要保护心愉快的心情，那么呢你看不要过分的劳累，你看情绪会影响一个人病、这个就是预防本病的一个重要的基础，要保持身心愉快，对，还有呢心情开朗，开朗，不要过大的压力，不要太大压力，还有呢一般呢，饮食啊要有一个规律性的。饮食要规律，还有呢，不要太紧张。不要吃太多冰的东西。不要吃冰的东西，还有呢。这些都是一个充分的预防。你刚才说的那些东西，我告诉你，现在的人呢、几乎是没有办法。但是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对你身体会比较好一些。不行啊，你说，其实有些时候我是这样想了 OK。当然你说养。那是生活习惯的养，就是说可能不要太紧张，压力不要太大，对，心情要愉快，对，这些不是我们控制得到的。可能你心情要愉快，别人让你不愉快，你心情不要紧张，别人给你紧张，但是可以，你不要压力，老板说今天没有营业额给你压力，那这些东西都是外在所影响，而我们自己控制不到的。好，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是一种外在的一些因素。那如果说我们就撇开这外在的，
在饮食方面我们能够做到什么样的一种方法来调理？饮食方面呢，就要选择一些容易消化啊、一些软食之类的东西，容易消化，比较容易消化，不要一些油炸的东西啊，辛辣的，对吗？对肠胃都会造成一些不特大的不舒服。所以油炸的啦，辣的辛辣的啦，刺激性的啦，对呀、啊，而且肠胃不好的话，一定要避免喝浓茶、咖啡等一些辛辣的食物。所以在饮食方面我觉得还能控制，因为这是我们自己范围内能够做到的东西。对，那当然你之前说的那几样东西我觉得就对某些人来说可能就比较困难了、因为像我刚刚跟你说的嘛，你刚才说不能要心情要开朗，这不行啊，老婆让你不高兴了你就不高兴了，怎么还开朗呢？对不对？但是一定要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啦，对，自我平衡啊，要自我平衡。对，所以你刚才说的几样就是说还有就是除了这个精神要愉快，身心要愉快，压力不要太大，然后呢不要太紧张，而且胃病方面呢一定要养成一个少吃多餐的习惯会比较好。我建议一些顾客少吃多 餐，对，比较一些流食软食之类的会比较，这样他会把那个胃慢慢给养回来，慢慢会养回来，是不是胃痛才会减轻。那有些人他们有胃溃疡了已经，就比方说胃已经破洞了，那很严重了吗？胃溃疡的话，那就是说破洞的话，你说的是西医，中医的话它属于一种血瘀的一种的症型。其实对，中医不叫胃破痛，但是我们中医的一个症型辩证的话就是一个血瘀胃痛。那么它的同时临床症状会有偶尔的会有一些吐血，甚至会变一些黑便，你可以观察。这个时候就像你的西医讲的，有一些溃疡啊，有一些便血方面的，和这个症型是一样的。那如果像这种情况，在中医方面，你们有怎么样去护理、去帮助那些？其实我们中医的话呢，是很能有一个治疗大法。它一定有瘀的话，瘀主一定有瘀血在里边，造成它的气机不通。那么我们中医的治疗大法是以化瘀通络、理气止痛为一个大法。常用一些药物啊，会有一些舒缓瘀阻啊，把他的胃肠的经络打开，把他气机的话也会理气止痛的。好，那今天呢我们的郑红医师跟我们聊的这些我想也真的是蛮有用的。那如果说还是那句老话，预防胜于治疗，其实不要等到自己病了以后才来看医生，只要你稍稍觉得还有一点口干舌燥啊，吃不下呀，肠胃不舒服呀，我想你也应该可以来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庆德堂的医师，然后让他们呢给您指导一下，看看应该怎么样去护理。我觉得护理呢比任何一样东西都来得重要。好，这边再次的谢谢我们的郑红，今天给我们介绍了那么多，谢谢。那么这边也要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那这边祝你身体健康，心想事成，谢谢。谢谢好，那其实说到胃病呢，刚刚我们访问过哈，那当然，我们有说过有针灸，而且呢可以做按摩。那其实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我们的 Kelly 治疗师 ，Kelly 你好，你好你好，是是。那 Kelly 我想问一下，这个胃部一般上我们要做一些怎么样的按摩呢？因为我没听过有胃部按摩。我们这边有很多这种胃部的一些治疗的手法，包括一些按摩呀，包括一些穴位的指压呀，这样子都可以帮助缓解一些胃胀啊、胃痛啊，还有一些人喜欢喝冷饮呀，他总是胃胀风啊、排便不顺啊，都可以通过按摩的手法去帮到他。那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个，你说穴位在我们的这个胃这边，这个部位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穴位在这部分呢？例如哈，你可以摸的，没关系。我例如批准你碰一碰。OK。例如我们一般都是以这个肚脐呀、肚脐来测量的啊。是。那肚脐上两寸的地方，就是两个横指的地方。两寸的地方。对，两个横指哈、就是每个人按他自己的手指的宽度，两个横指的地方，这叫下脘穴。它呢也是刺激一下，是可以就是促进你的消化呀，帮助你的胀风啊，解决这些问题。那上四寸的地方，就是说一个四个横指 四个横指的这个位置就是叫中脘穴，它也是可以帮助你的消化呀、排便呀这样子。所以你们一般上也会用这个穴位的一些按摩，对对对，就是专门按穴位。然后还会有一些这种抚摸呀，包括这种顺时针的，在你肚脐的四周顺时针的这样的按压。然后也会让你的这个排便啊更顺一些。那如果说我们的这个胃已经有问题，有点痛的话，那这么按会不会更痛？不会的呀，它是很见效的呀。这种，例如你看哈，你如果说特别胃特别不舒服的时候，它有一个我们有一个经脉的奇穴，就是说去掉你的这个经络了，有一个神奇的穴位，我们在手掌的这个位置，大概是在这个第一横指和第二横指的中间的这个位置啊，它叫四缝穴。
你可以用力的点压以后，你就明显的感觉你的胃痛会缓解。真的啊？是的。哎，观众朋友可以试试哦。他是说在就左右手呢，是左手啊，没关系，两个手指的穴位是最就是在这一条线的这个部位，就是啊，我们在这个哈，我们四个手指嘛，对吧？对对，它的中间对在这个位置，第一横指纹、第二横指纹的中间这个位置，我们叫四缝穴啊，在这个位置上，如果你用力的点压它的时候，是可以给你止痛的，急性止痛，止你的这种胃痛啊、急性止痛的，对对对，就是你胃。但是它这个只是止痛了，没有什么其他太大的作用。对对对，是不是？啊，是是是，它不是去掉经络外的一个穴位这样子。哦，好，那其实刚刚我们说了，除了这个按摩，还有你说这个顺时钟的这个推之外，还有什么一些什么手法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胃痛会减轻，或者是能够做到这个治疗的呢？其实我们建议哈，如果说你胃痛的特别明显的话，我们建议一般找专业的治疗师帮你治疗，因为有很多手法不适合你自己在家自己去做，因为它这个根据你的肠道的这个大肠啊，它的这个位置来做的话，专业的治疗师会帮你做得更好一些。所以一定要到我们的这个庆德堂来找我们的 Kelly， 因为 Kelly 就是我们的这个专门的胃部治疗师嘛，对不对？啊，是的，是的，啊，可以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的。所以一般像你们做这个按摩啊，这个穴位的按摩，一般上要花多长时间它才能够见效？啊，如果你自行在家里边按摩的话，我们一般建议3到5分钟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过来我们这边按摩的话，应该在1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把你的这些胃部的不顺畅啊解决掉的。那是不是也有说哦，我们必须要一个星期来几次？是的，这样子。就是说，如果你胃特别不舒服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我们建议3到4天就回来治疗一次，啊，差不多治疗3、4次以后，你的这些急性的症状没有了，你就可以回来做一些保健嘛，啊，这样一个星期10天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子啊，好，今天 Kelly 给我们传达这个消息呢，希望大家要谨记呢。如果说你真的是有些问题的话，当然也不要忘记可以到我们的庆德堂的。OK。其实呢，如果说到庆德堂，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的 Kelly， 他也可以帮你做这个胃部按摩。如果你的胃部不舒服的话，对对对，是的。好，今天再次的谢谢我们的 Kelly， 谢谢。OK， 谢谢你，谢谢。